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我们今天来继续玩我们的绿色生活系列。那我们看到我们爷爷眼睛黑眼圈，熊猫眼，为什么？因为上次我们家里遭小偷了，真是超可恶的。然后我们跟那个小偷打了一下，结果没有想到爷爷竟然打输了，然后被揍出熊猫眼，这边还淤青，真是太可恶了。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要投什么社区行动计划好了，我们来看哦，来投票支持。那我目前的社区行动计划有两个，一个是分享即时关怀，就是为很多人投东西，然后再来一个是宣传创意艺术，就是支持绘画、摄影和写作、制作等技能的。那对了，顺便说一下，如果说不想要目前进行的社区行动计划的话，可以投票联署废除。那废除之后可以从选项取消 NPC 投票，这样子就不会有人投票了，就会变成只有玩家会投票，那我们家就可以自由决定想要什么样的社区行动计划。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不想要某些特定的行动计划，对吧？如果不想的话，可是已经发生了，就联署废除，然后从游戏选项关闭。我们看一下哦，在我们的选项这里，绿色生活分页，这里有启用 NPC 投票，如果把这个打勾的话，那它就不会有任何 NPC 投票。那这样子我们就能控制我们想要这个社区玩什么样的内容，因为刚好有人问我，就顺便说一下。好，那我是要启用的，因为我觉得启用比较好玩，增加一点变数。那回到我们的投票看板，上次问大家我们要投什么内容，那好像蛮多人认为我们可以投自给自足，对吧？那还是我要投这个，我们有90的积分，所以我们可以投9票耶。如果投这个的话，就鼓励大家进行钓鱼、园艺还有灵巧技能，好像还不错耶。要投吗？还是要投节约能源？这个也蛮有趣的。如果投这个的话，就是要鼓励大家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就是少用3C。这感觉很困难，对吧？对于现代人而言。然后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天全部断电呢。然后如果用太多电的话，还被罚款呢。我觉得这蛮好笑的。好，我们现在投这个好了。因为之前你们说想要看这个吗？好，那我们投这个哦。我们全部投下去吗？其实我们投8票就够了，如果说其他人不投的话啦。好，我们先投8票哦，有点影响力。那我们就回家吧，骑着我们脚踏车好好的回家休息。真的超可恶的，我们电视被偷了，然后洗手台被偷了。虽然说觉得很讨厌啦，可是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增加很多真实性。好，那回来我们再来修马桶吧，来先把这个修好。啊，对，我突然想到我们家需要买个东西，我们需要买垃圾桶。好，来，我们先买垃圾桶，这个是必要的，要不然家里这些垃圾都没有地方摆，所以我们先买一个户外垃圾桶。我们买，哇，这个220哦，太贵了吧，还需要买这个哦。可是我感觉这个好像不太真实耶，不太搭这个家，对吧？这个感觉比较搭这个家耶。好，我们用这个好了，垃圾子母车放在家里后面，然后垃圾就可以丢进去了，这样看起来就干净。那我马桶修好之后来上个厕所吧，来吧，现在就上个厕所。然后我们再来浇水，帮我们的是苹果对吗？哦，大蒜跟苹果来浇水。哦，他还帮我们垃圾植物浇水了，真的他有点累了。好吧，先睡觉好了，先过来这里睡觉。我们小 Roxy 起床咯，来吧，起来就先上个厕所，然后洗个澡。然后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上次让我们家里偷东西那个女生叫做静怡，对吧？在这里，然后静怡竟然跟 Hugo 结婚了。Hugo 是谁？ Hugo 是 Villarreal 家庭的成员，那个是西班牙的名字，所以我念的可能不是很标准。这个家庭它是温登堡的一个很有钱的大家庭耶，所以她嫁给一个有钱人，还让我们家里偷东西，有没有搞错啊？这样不太对吧，静怡？我就有点生气耶，有点想要报复，怎么办？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好，我们 Roxy 先洗澡，洗完澡之后肚子饿了。好吧，爷爷起床吧，爷爷起床帮我们的小罗烤东西吃。来哦，我们过来这里，然后点燃。好，点燃之后来烤鱼哦，我们烤两份，一个给我们吃，一个给我们孙女吃。哇，夏天到了，天气要变热了。好，我们过来这里，可以跟爷爷讲话吗？跟他提振心情。他说，爷爷你在烤什么东西吃，闻到香味了。哦，他想吃糖果耶， Roxy 想吃糖果耶，怎么办？我们买糖果给他吃吗？好，我们现在烤鱼好了。好，我们烤好了，来吧， Roxy 来吃这份烤鱼，过来这里吃。
然后爷爷再烤一份，再哎，哦没有鱼了，我们鱼不够烤了，我们鱼吃完了，真假的？应该还有吧，我还有，在我们小罗身上，好给爷爷。这鱼好可爱哦，要留着吗？鲷鱼，我也想留着。可是如果我们要养鱼的话，我们要买鱼缸哎，还是要买个鱼缸。鱼缸最便宜的多少？最便宜的是50块吗？软糖鱼缸怎么可爱？好，我们试一下哦。如果把这个放进去，哦，真的耶，大家看，里面有小鱼在游哎，鲷鱼，它怎么变那么小只？这个是我叔放功能的鱼缸吗？太可爱了吧！姜饼屋鱼缸啊，好，我们先养着好了，养了之后饿了再吃。天啊，变成养殖业了。好，我们先留着哦。其实我觉得啊，如果他可以让我们把鱼养在池塘里，应该很好玩，对不对？可惜不行。小叔爷爷，这烤鱼太好吃了，超棒的哦！不用吃垃圾桶的食物，感觉好棒啊！怎么样，好吃吧？我还吃得好激动哦。然后爷爷看着他，想说：“太棒了，我的孙女有新鲜的鱼可以吃了。”真的 ，Roxy 吃东西的时候超可爱的。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平常没有什么机会吃到好东西，所以现在终于有好东西可以吃，他就很开心，吃得很兴奋，对不对？超大口的。然后看到我们家附近大豆可以收成了耶，不只是大豆啦，连大豆都可以收成了，所以代表说我们可以自己种大豆，超棒的，赶快来收集。然后这一刻也是。这一刻我们收集大豆蜡，再收集大豆植物，骑我们脚踏车过来这里，然后收集，太棒了！他们回家看哦，我们家看可以种的大豆吗？哇，这样有12个，太多了吧？怎么这么多？好，我们种个，我看一下，我们种个6个吗？这样子，好，我们过来这里种植哦。那我稍微把这个地板颜色换一下好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板是水泥地嘛，我把它换成草皮。看起来比较真实一点。好，这样子，这里是我们农田。好，那我让他们去社区用地，又想做点东西，那我们走吧。我们带着我们的 Roxy 一起去。有人打电话来，等一下 ，Max， 哎，等一下 ，Max 打电话给来给我们 Roxy， 他邀请我们去他家里玩呢。可是我们等一下再去好了，我想先来做点东西，那样子了。好，我们到了，然后实在太惊讶了，感动的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们电脑正好3台耶，天哪，天要下红雨了，怎么又被偷光啊？好，那我们过来这里，我想做这个东西，我们来装入材料，因为我们现在有大豆了，来哦，我们过来这里，然后放大豆进去，我们可以做大豆汽水啊，感觉好喝吗？豆浆汽水概念，来装入材料，你为何不装？哦，不是吧，又有 bug 啊，怎么 bug 这么多？真的耶，有没有？他完全拒绝我耶 ，Marco， 你很叛逆耶，敢给我放材料，不要逼我把这台偷回去。怎么办？我好想偷。他居然不给我放耶，还是这台有问题？我再放一台哦。怎么样？这一台可以吗？试一下。哦，有人跟我讲话，不要讲话，我们来放材料，快点。哎，这很不行耶。好，我们跟这巧匠蒂娜聊天好了，跟他抱怨。跟他说这些机器为什么不能用，他们歧视长得帅的爷爷吗？好，跟他抱怨问题，然后再跟他分享制作的点子，来哦，跟他聊天。如果我们跟哦，等一下啊，这个帅哥我认得你啊，叫什么名字？ Bucko， 张巴克，对吧？他偷了我们东西，他上次偷了我们洗手台，是不是？我想跟他打架了，太可恶。好，我们先跟巧匠蒂娜聊天。嘿，蒂娜在哪里？好，那既然 Max 都邀请我们 Roxy 去他家里玩，那我们要他过来这里好了，要他过来这里，然后可以让他们来这边一起玩这个东西，来这边一起作画。好，这个都可以偷窃，这个图画也要偷窃，真是的。好 ，Max 说他马上过来哦，我们这个再买一台。然后洗手台跟电脑被偷光了，我开始觉得这个偷东西的社区行动计划有点讨厌的，有点想要把它废除，真的很麻烦，一直被偷光。啊，对了，这个桌子，这个是同的颜色，它只是因为阴影关系，所以颜色看起来不太一样。这些同颜色的都是一号色，有没有？它只是因为游戏的光影，所以看起来颜色不一样。那既然我们都到这里了，我们让爷爷这个 case 看一下，是什么 case？
好像都是地毯的 case， 真的200块。好，我们接一个好了，去干嘛？他说地毯达人我最行，为什么淋浴间这么滑？随后个纸滑垫呢？好，来帮我们接咯，我们要跟客户交谈啊。电脑我要再买一次，我真想把这东西废除了，因为原本我是觉得它增加了真实性嘛，有那种质量很差的感觉，可是久了觉得它有点麻烦，还是把废除算了。好，我们先来跟客户交谈，赶快，等下电脑被偷了，快点把握时间。好， Max 来咯，我们让 Roxy 跟 Max 讨论不适的心情好了，跟他说你知道吗，我家被偷东西了，真超可恶的，而且你知道是谁偷的吗？是那个很有钱的阿姨来偷的，太过分了，跟他抱怨。啊，问 Roxy 呢，我还过来了。小龙说 Max 你知道吗，我家遭小偷了，是不是很可恶？说对耶，怎么过分，谁敢欺负你，我们去欺负回去，我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好，那我们来做一幅画吧，我们来做什么，来画一个，我看一下，创造夏天。好，那我们爷爷来做地毯吧，怎么样，破料不够，怎么可能，我们不是有，哦，我们差一点点就29个，天啊，我们差一个破料了，什么小街 case 都不行啊，差一点。那我们先去旁边挖个垃圾桶好了，果然还是垃圾桶最好赚，很快去找好东西。真的不是我要说啊，垃圾桶真的是最快的赚钱方式之一，对吧？好，来吧，我们还是来挖垃圾好了。原本想说我们来借个 case， 结果原料也不够。好，爷爷到这里，然后开始寻找好东西。我希望可以找到冰箱，如果说我们找到冰箱跟琉璃台的话，我们就可以弄厨房了，这样就可以自己做东西吃，感觉超棒的。好，爷爷加油。那我们看我们 Roxy 他的夏天画作画好了吗？我好像画好了耶，快画好了，太厉害了吧。然后佳画也过来了，朱佳画，她是雅慧的女儿，她是我们 Roxy 的同学，对吧？好，给大家聊天哦，该讲有趣的，来一个搞笑脸。然后我们小罗撒点亮粉，这个画太棒了吧，小罗根本是艺术家，像一个毕卡索，罗卡索，我觉得蛮好看的，是不是？我画完了吗？还没有。哇，我们这个画画好了，太酷了吧，可以把带回家吗？我可以耶，我们可以贴墙壁上，还是要卖掉，我卖掉只有2块钱，太酷了吧，夏季工艺品，超酷的耶，也太厉害了，真超可爱的，可以带回家布置。然后 Max 说 Roxy 要不要这样子好了，我们去那个偷你东西那个阿姨家去复仇怎么样、哦、突然间长高还是怎样，青春期突然到了，我又说一下。小罗说真的吗，我们要去复仇吗？好啊，我们去他家里恶作剧好了，应该超好玩的，是不是？我觉得、啊、可以让他们去那个静怡的家里，去他们家里恶作剧，我觉得应该蛮好玩的。好，我们来计划一下哦，我们来弄一个俱乐部好了。好，来，我们来创个新的俱乐部，因为这个俱乐部冒险者联盟，我们不是队长，我们不是团长，所以我们无法选择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小罗另创个俱乐部好了。可是我感觉 Elsa 应该不会开心啊，如果他知道小罗另外开创个俱乐部，他应该会生气吧，对吧？好，再建立一个俱乐部，你可以加入互不干涉呀，天啊，互不干涉是什么？这个是陈子当时跟小王进的俱乐部，他写不准碰互相的东西，互不干涉，挂号不准把我尿裤子的事情说出去。对，我都忘记了，我都忘记我当初写这个了，太可爱了吧。如果说想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话，一样可以看我们大学系列。好，来吧，我们创个新的，我们图案选一个比较俏皮的熊怎么样，感觉不错的，蛮霸气的。啊，我们选彩虹，我们叫什么名字，我们叫，我知道了，我们叫复仇者联盟，我们叫 Avengers 怎么样。然后标语写说看谁敢欺负我们。好，我们来选择俱乐部活动，我们选择来恶作剧，看一下哦，来一个破坏物品，是的，破坏物品，再来一个搞恶作剧，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复仇者联盟的成员要团结，需要对互相友善，对互相友善，俱乐部成员就是我们，这样差不多吧，搞破坏恶作剧。好，是这个样子，我们想到可以再加，那么加谁进来，那我们的 Max 一定要加进来了，对吧？啊，我突然发现这个 Chad 他是冒险者联盟的成员，然后那也是他们家耶，
就等于是我们去 Chad 家搞破坏。天啊，我把 Lucas 邀进来，要邀请 Elsa 吗？我有点想邀请耶，又觉得 Roxy 应该想跟他好朋友，虽然就不确定他想不想跟我们当好朋友。我们先暂时把他加进来好了，然后我们可以加我们的小罗新认识的朋友叫做 Gio， 把他加进来，然后再加谁？可以加加话耶，对吧？好像六个人，我们先准备好。不过感觉 Elsa 如果知道应该不会高兴，他觉得说我才是船长，你凭什么当团长，对不对？所以我们再考虑一下好了，看到底要不要邀请 Elsa， 先把这个创起来。复仇者联盟成立了，太好了。那我们 Roxy 传个简讯给 Gio， 跟他说我真想到你了，想问你说要不要加入我们的复仇者联盟。好了，问他看他怎么说呢。我们小罗传个简讯给 Gio， 怎么样，他回应吗？有回应吗？他没有回耶，还是在睡觉了，凌晨一点半。好吧，人家肯睡觉了。还是我们直接打电话，我们直接打电话算了。好来哦，看他去睡了呢，这一群熬夜的小屁孩去干嘛，在睡觉。好吧，在睡觉，人家生气了。好，那我们就回家好了，因为他两个都累，先回家。回到家，我们 Roxy 先去上个厕所，然后他说洗个澡吗？洗一下好了，然后先睡觉，明天要上课。那我们 Marco， 我们来看我们战利品，我们玩到超多好东西的。好来，我来看，我们有椅子啊，可是坏掉了。这个呢，也是坏掉的。这个呢，哦，这可以修理耶，所以我们修好就可以卖了，还是直接卖188，要不然我们直接卖好了。这个呢，怎么都是烧掉的？哦，这个是好的耶，这可以卖50块，怎么这么不值钱？还是要留着，先把这个卖掉。好，这个卖掉好了，感觉我不需要。这个要卖吗？76块，有点想留着。76块其实也不是很多钱，我们先暂时留着好了。然后我看哦，如果我们要购买自己的果汁机，要多少钱？我们的汽水调制站要700多块了，是不是差一点？好吧，继续努力。然后 Marco 来安抚孙女睡觉，还是乖乖。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赚很多钱，可是也会努力的，好好睡觉吧。明天好好上学。哦，腰闪到了，垃圾桶挖太多。好，那我们把我们做好东西挂起来，这超美的耶，超喜欢的。那爷爷来洗个澡，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做蜡烛赚钱。是什么东西？稀有金属，30块也要卖掉哦。我们大豆要卖吗？留着好了，又想留着做那个果汁汽水。我们洗好澡来这边回收，自愿回收。哦，拿了好多破料，天啊，垃圾破料也太多了吧，所以我们可以完成每 case 了，真的。好，那我们去把那 case 完成好了，至少那个机器社区用地是可以用的。好，我们过去哦，我们自己去就好了，让 Roxy 睡觉，明天好上课。那我们到这里，我们来这边做我们的地毯，来做个纸滑地毯。来吧，现在把上一个人取消，然后再来做我们的地毯。是的，来制造。我们做什么颜色？一样做原味地毯。哦，这个阿妈又来了，这个 Madison 又来了，还是听到我们 Mark 爷爷来了吗？所以他也要过来吗？哦，他也不舒服啊，哦，这边也不舒服啊，所以感觉蛮多人都生病了。可能是最近，哇， Mark 被染料喷到了，天啊，变成彩色了，有点好笑。好，我们再来试一次，我们再来做地毯。哦，做好了。那我们再来，哦，电脑要先一台，快点，我们做好之后再来送给客户审核，怎么样？哇，300多块，太棒了。我们客户说我现在淋浴间中感觉无比安全，就让我开心的想跳舞，拜托不要在淋浴间跳舞，你想要滑倒了，小心一点啊。好，那我钱够买那个果汁机了，要不然我回去买一台好了，因为我想让他做果汁，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张我们的葛林有机食品店，从有机食品、有机蜡烛开始。好，我们回来咯，我们来买我们的果汁机，超棒的。在这里735，我们放这里好了，这样。然后我感觉我们需要把围起来，因为我怕人家偷我们东西啊，如果这台被偷掉我会很崩溃。我们家里够墙壁吗？我们钱够吗？里面藏60块啊，只看我们钱是不够的。用围篱呢？有没有比较便宜的围篱？我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啦，某方面来说，除了社区用地的电脑级别投机外，其实蛮好玩的，对不对？我觉得很有真实感，像现在还有房券啊，有没有？好，目前看来最便宜的应该是这个，就是这次资料片新建的。可是我想用这个，就感觉比较真实。这样，拜托让我够钱，拜托，够不够？再让我买个门。哦哟，够，太好了，花园大门。好，就这个就好了。这样，然后赶快锁起来。我们把这个锁上门，只有我们家庭成员可以进出，超好笑的。然后我们小罗去上课了，今天是阴天，那我们来加入材料，拜托让我可以装，拜托让我可以装，可以吗？哎，还是不行哎，我不是吧？连我们家里都不能用，真假的？好，我刚刚上网查一下，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有遇到，为什么会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了。因为这个大豆材料要果汁等级二我们才能制作，所以虽然目前看到这个按钮是可以按的，可是因为我们没有适合材料可以做，所以就无法进行。因为等级一的果汁技能只能用水果啊那些来用，所以大豆还不能用。不过我觉得啊，如果说大豆不能用的话，这个按钮应该要像这个一样不能按，对吧？不应该让我们有这个按钮可以按，可是没有东西也进行，他至少应该告诉我们说是大豆不能用的关系才不能按的，所以这个还是有 bug 啊，不过至少我知道怎么解决了。好，那我去挖个水果，然后来试试看能不能做果汁。有人打电话来耶， Gio 传简讯给 Roxy 说嗨朋友。哦，我知道了，因为昨天晚上 Roxy 不是传简讯给他，问他们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吗？加入我们的复仇者联盟，然后他当时没有回应，现在起床了他回应了，他说嗨朋友，意思应该是他愿意加入吧，是吧？我们挖到了椰子耶，我们可以做椰子汽水，还是要来种。我挖什么香菇？哇，等一下，问世间情为何物？我们在 Roxy 的抽屉中发现一封要送给老师的情书，内容没有逾矩的言论，但我们想还是该告知您。Roxy， 他要给老师情书耶。他老师是谁啊？所以原来上次情人节的时候 Roxy 不是有写封情书吗？要送给他喜欢的人，可是他说他没有遇到，所以没有送出去。所以原来他喜欢的人是老师。谁是 Roxy 的老师啊？天啊，我们要说什么？我们要说这下麻烦大了，还是要说虽然可爱但此举不妥，我会找孩子谈的。我觉得爷爷会很生气耶，他觉得 Roxy 在干嘛？你该好好读书，你怎么可以喜欢老师？重点是老师到底是谁？我们一定要查出来。好，爷爷生气了，爷爷说麻烦大了，回来要修理他。好， Roxy 的礼貌值提升，同理心下降。可以了，大家看，我们可以放香菇进去，我们可以做香菇汽水。我觉得很奇怪耶，这样可以放香菇，为什么不能放大豆？而且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遇到的，因为很多人在那个 bug 回报那里有刷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都很疑惑，为什么这个装入材料的按钮是亮的，可是小人却没有行动。现在结果出来了，答案出来了，因为大豆在等级一的时候是不能使用的，可是我们可以做香菇耶，可以做香菇汽水。好，来吧，我们做香菇汽水，真超好笑的。这个好喝吗？感觉超恶心的，很像什么木耳露之类的，对不对？前阵子不是很流行那个养生的什么黑木耳露、白木耳露，我就听起来有点恶心。那我等待同时去楼上做蜡烛吧，我们过来这里做一样，我们做个红色蜡烛好了，我们先做点存货，这样之后 Roxy 也可以卖了。烫到手了，忍耐一下，为了你孙女。这个红色蜡烛超好笑的，很像这种拜拜时用的蜡烛，像不像？我们再开始做我们的果汁汽水，我们的香菇气泡饮料，听起来养生，可是感觉不太好喝。如果说有香菇汽水，你们愿意喝吗？我们等待同时再来挖垃圾好了，在这边找好东西。哦， Roxy 回家了，还带着专题作业回来了。哦，怎么了？他累倒了，天啊！他昨天晚上没有睡觉吗？
怎么就累？李佳先起来上厕所，然后洗个澡。Gio 也要请 Roxy 去他家玩呢，要去吗？很想去，可是我们下次好了，因为 Roxy 都累扁了，对吧？我觉得这些小朋友就超可爱的，像 Max 也是邀请 Roxy 去玩，然后 Gio 也是，对不对？这小男生都对于我们 Roxy 很有兴趣啊，有点可爱。要不然邀请他过来吗？好像也可以耶。要不然 Roxy 邀请 Gio 过来玩好了。约他过来这里，跟他讨论复仇者联盟的事情。然后 Gio 过来，看到我的小罗倒在地上，他跟想说：“这是怎么回事？不是邀请我过来吗？怎么倒在地上了？”他过来敲门了。小罗跟他说：“你知道吗？我家被偷东西了，所以我成立了一个复仇者联盟。”哇 ，Max 也打电话过来。Max 说：“想过来聚一聚，可以吗？”他可不可以听说了有人来小罗家里玩？可是却没邀请他吧？哎，真的耶，我感觉啊，这个 Max 真的是很可爱耶。大家还记得吗？上次 Lucas 过来找小罗玩，这个 Max 也跑过来了。而现在也是 Gio 过来，这个 Max 也说他过来了，好过来吧。哇，结果 Max 长水痘耶，你还好吗？我们小罗病刚好，我有免疫力了，没关系。他听说 Roxy 怎么不邀我过来玩？我不是说好一起讨论复仇者联盟的事情吗？他刚才偷看 Gio 耶，他说这个人是谁，我怎么不认识？ Roxy 你交新朋友了？我投票结束了，结果居然是表演艺术生效耶，所以我们投的没有生效。有人又去投票了，天哪，没关系。巧匠蒂娜邀请我们出门，不了，暂时不想，我想挖了色头。哇，等一下，大家看，哎 Max 跟 Gio 在打架耶，我可不注意，真假的？哎，真的耶，天哪，然后居然是 Gio 打赢耶，他俩为什么打架啊？小小年纪不是应该相亲相爱吗？天哪，我知道了，一定是 Max 吃醋了，对不对？他就想说 Roxy 你怎么交新朋友了，都不跟我讲的，而且你还找他来你家里玩，怎么不找我？我不说好当好朋友吗？天哪，这个 Max 小小年纪怎么这么会吃醋？我真感觉他可能有点喜欢 Roxy 耶，怎么有点可爱啊？是不是他第一次跟这个居友见面就跟他打架，重点是太打输，太丢脸了吧 Max， 真是的，怎么办？我们的团体里的人两个人关系不好啊，这么快就开始见风吃醋了。哇，然后 Max 黑眼圈了，然后浑身发痒，天啊，好，哇还没有打一次了，等一下，太夸张了吧，诶还没有打一次了，是怎样？ Max 说不管，我不管，我不相信我会打输，再来一次，是这样，怎么会这个样子？小小年纪就开始打架了，不学好，这次谁会赢？哇，我看一下怎么样，哇，他们两个谁占上风？哇，这个 Max 来个左勾拳，然后呢只有把他推倒在地。哦， Roxy 还在旁边助兴，就快点快点打架，加油，看谁赢。然后这次换 Max 赢了，哇，他还握手和好耶，还说没关系，我们是友谊赛而已， Roxy 不要生气。哇，他还吓 Roxy， 这个小坏蛋还笑，所以他们两个像是黑眼圈了，只有也是，然后 Max 也是，怎么好笑，真的太好笑了，天啊，而且他们打完架还握手啊，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故意装友善，可能不想让 Roxy 生气。重点是好玩的是 Roxy 看到他们打架还在旁边拍手助兴，就赶快打赶快打，打得好，怎么好笑。好，我们先看俏敏爷的战利品，真是的，我要什么？哦，椅子耶，高级椅子，还有什么坏掉椅子，这个呢，这个是烧掉的桌子，这个呢，洗手台耶，这可以留着，然后椅子烧掉的，好，我们把这个卖掉好了，200块还不错，还是要留着，卖掉好了，我们有230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影片，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按个赞哦，会给我很大的鼓励，非常的感谢你的支持。如果想看到更多后续的话，可以按下订阅，开启铃铛，就可以收到通知。感谢收看，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I got enough of every melody, they all
the same. Yeah. For my broken heart, no remedy. But maybe if you stay, we can get away with it. Cause you make me love.